泰国，我雇了好多台车，然后听说这边是边包下来了，然后蛮酷。早上好，在那个曼谷的一个郊区，然后现在风很大，太阳也非常大。大家好，我是Super Junior。集合两岸三地以至韩国十二位巨星，包括古天乐、罗志祥、蔡依林、黄晓明、李准基同埋 Super Junior M 拍摄嘅饮品广告，专程去到泰国取景，吸引大批亚洲各地嘅 fans 到场支持偶像。虽然清早就要开始拍摄，不过佢哋各位都非常之精神，就算爬高爬低都冇有怕。为咗拍摄效果，佢哋十二位要喺几层楼高嘅货柜上面拍摄，之后又要摆出各样跳跃嘅动作。不过辛苦以外，佢哋相处亦都好融洽，拍摄气氛非常之好。呢次广告拍摄对佢哋嚟讲，简直就系寓工作于娱乐一样。嗯，真系好，真好吃，好唔好食啊？我觉得很蛮窝心，是因为 Super Junior M 里面有两个一起生日，然后还有一个工作人员，就是很像一个 family 这样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！ 希望我们整个 Super Junior 越来越好，这一秒就成功了。一起鼓，加上你们，就是再放一次吧。41我不要。哇，又有得玩，仲有钱派添啊！难怪小猪咁开心啦。